昨天，市领导刘志根、何家淇在大朗镇调研企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工作时，勉励大朗镇着眼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，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，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，同时注重保护生态环境，促进可持续发展。在东莞标检研发中心有限公司，刘志根详细了解公司的运作情况。该企业是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在我市投资设立的分支机构，可为玩具、电子、食品、药品等各类产品提供检测认证服务，并授权颁发中国3C、香港安全标志、美国 FCC 等国家和地区的认证文件。企业只要在这里通过检测，就可以拿到相关绿色通行证出口外销。刘志根鼓励企业继续做强做大，为东莞及莞外企业服务，为我市的产业升级提供支持。